消毒宝操作使用方法第一部分一，打开彩盒，取出合格证一份，使用说明书一本，充电器一个 ，USB 充电线一条，消毒宝一台。二，消毒宝的结构有管路接口、充电口、进气口、开关键、充电指示灯、工作指示灯组成。三，取出呼吸机湿化器水罐，把水罐里的水倒干，装好水罐，用呼吸机专用管路接好呼吸机，另一端口接在消毒宝的管路接口上，连接好后放回箱包。消毒宝已设置好每次消毒工作时间为30分钟，用手直接按住消毒宝的开关键，听到滴的一声响，开机，工作指示灯亮起绿色，开始消毒，关闭呼吸机箱包。第二部分一，消毒工作完成时间到了，消毒宝会发出连续5声滴滴声，工作指示灯灭，自动关机，整个消毒过程完成。二，打开箱包，取出消毒宝、管路、呼吸机。拆出管路，每次消毒完成后建议间隔1小时再使用。第三部分一，消毒宝在消毒过程中如需终止，请长按开关键，听到滴的一声长响，工作指示灯灭关机。